这绿道是将以前废弃的小火车车道改建成的，供民众骑自行车或健行用。从西州到明道大学这一段长约 1.7 公里， Google 估计大概步行是24分钟。今天早上特地从北斗搭圆岭客运到西州，然后步行到明道大学站。绿道上可看到以前的五分车旧铁轨，铁轨几乎都埋在柏油里，只露出一点痕迹，工人怀旧用。路上的指示标志，今天天气好，阳光灿烂。这一段旧铁轨最明显，沿途并没有什么大树，只有这棵苦楝树比较特别。苦楝树台语叫做苦楝啊，树干相当粗壮。路上有装饰艺术，游客可找地方合照留纪念。这叫台车，是在铁轨上靠人力撑着竹竿前进的。台湾话讲我这是轻便车。现在操作的叫转车器，转车器可使铁轨改变行进的角度。以前很少人称这个叫转车器，当时直接都用台语说本都。这是另一个供拍照的景点，这是沿途所看到的绿色田野。一路过来，明道大学已在眼前了。这里就是唐铁绿道明道站。现在完成今天的健行，进入明道大学，来到门房前的原客招呼站，准备乘车回北斗。谢谢大家观赏影片。